中间这边。它占地的部分是1200平，目前我们预估的摊数大概是在200摊左右。那当然，目前我们是以变形金刚为做主题去展现给大家。那我们希望未来在未来的每一个月，我们会融入一些不同的一个主题。这个部分包括是一个软件的主题，那硬件的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装置的预示部分是不会改变的。那可能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跟大家玩宝可梦的游戏，甚至于我们下一次会有寻宝游戏。所以我会希望今天每一次来逛金刚基地主题夜市的一个消费者，在这个月来的时候跟上个月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这边本身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主题的夜市，金刚夜市可以吸引客人来逛，然后这个腹地比较宽广，然后停车方便，然后就是它蛮有话题性，蛮有夜市的前瞻性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算不错，所以我们就很看好这里的就前景这样子，对。